中国我所采取方。崔永元，崔永元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为何陷于愚人之坑？崔永元是个有涵养的人，为何混进臭屁之中？崔永元是个很有意志力的人，以致使几代忧郁苦争走出人生的低谷。崔永元也是个幽默伶俐之人，尤其他那撇嘴一笑，既有万世不公，也有悲悯宽容，为何不能一忍再忍，保持隐忍克制？终于按耐不住，手持长矛拍马而去。唐吉诃德冲向了风车镇，还带着刘娥的口音，用他的话说，这都是被那帮孙子们逼的，只为了向世人证明你崔大爷还活着呢，并非一个活死人，铮铮铁骨。然而他所面对的，这是四面高墙，一国之风。